在你一个下雨中，从来不慌不，就在。
就是我刚刚听主持人讲说你们家是北教大是吗？对。OK， 那我还蛮庆幸就是他在北部啊，如果在南部的话就。你要讲什么？突然有点紧张。有一些男生他微微的咳嗽两下。算了，我不想听到，没有关系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前一阵子刚刚进行了一些的巡演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已经等于说开始很快的进入我们的创作，所以希望刚大家听到也算是我们的新歌，但是我们希望很快很快我们的新歌又可以跟大家见面了，好吗？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歌的话呢，可以到我们的脸书或 IG 可以跟我们聊天，其实我们几乎每一则留言都会看，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感觉。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大家，它是一首关于回忆的歌，也是很多的同学朋友通过这首歌认识我们的，所以希望今天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很开心的回忆跟夜晚。送给大家这首歌叫做《被你遗忘的森林》。
天的最后一首歌了。在成之前，我们想要记录一下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声音，好不好？请找我们摄影机。待会呢，我数三声的时候，你就发出一个你们觉得你们学校该有的声音。对，是什么呢？准，因为后面完全是黑的这样，然后灯是往前面，所以就看到一群就是怒吼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边的精神完完全全适合下面这首歌，不管以后有什么悲伤难过的事情，相信都不会难倒你们。所以当你遇到些难过的事情的时候，不要紧张，它就是让你变得更好的。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叫做《谢谢你曾经让我悲伤》。
在收电脑。哎，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最近我们来一二三。双子座的，富有创造力，有好奇。